大家好，有我 Winwin 啊。今集我想介绍伦敦推介的人气餐厅必食的。如果 like 记得 subscribe share 同埋 comment 呢条片啊。OK，let's go。大家对鼎泰丰一定唔会陌生嘅。而家伦敦就开咗两间分店。今集就嚟到牛津街新开嘅鼎泰丰试食。睇下同香港嘅味道一唔一样。店铺大多数都有大玻璃，可以望到师傅整嘅小笼包。你都好忙，系咁猜呀猜。一隻隻小笼包就系咁整出嚟噶啦。繁忙的牛津街可以吃到鼎泰丰，真是好啦。看看 menu 有什么吃先。都有粉面啊、云吞啊，红包就必有啦。菜啊，炒饭啊，排骨干面，甜品、饮品等等。而我就叫一杯乌龙茶。呢度都有流动送餐嘅 robot。叫咗个大虾炒饭。啲饭都炒到一粒粒，好味。乌菌小笼包，侍应应该落错单啦。担担面，麻酱稍为多，所以苦咗啲。另一间人气餐厅叫做 Eat Tokyo， menu 都成本书咁啊！睇有咩食先，都好似好多嘢食喎，有便当啦、啊。
烏冬梳把、咖喱燒肉、今日我就叫了一個烏冬和一個刺身飯。烏冬都很大牙，這個都是一個 set lunch 來，所以都很抵食的。另外朋友就叫了一個三款魚的便當。 Eat Tokyo 都有很多分店的，除了 Soho Hammersmith 都有分店。這碟咖喱豬扒飯有大碟了，兩個人都吃不完。有些串燒，天婦羅炸蝦，多啲人可以叫多隻 sashimi boat。 今集系咁多啦，如果 like 记得 subscribe share 同埋 comment 啦，拜拜。